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姐。今天呢，我又来到了放放鲜花大棚。听说它这里边呢秒杀呢，带大家看看都什么东西在秒杀。到时候我一夹进去，您呢一点就进去了啊，给一个转转圈。对，十块钱一盆。给大家看看他这个小橘子数，十块钱一盆啊，秒啥了？在这个，要是这都提着了。您这个反正歇不烂，天天着呢。这有眼睛下去，大的二十，大的二十，对，那个小的十块是天的，天的不是那个土型的，天的天橘子，我都不叫那个，那个要我来一个，你心里要这有这树心也不烂，这小树心都挺好的，这树心挺好的，大家看看啊。这个小橘子树现在秒杀十块钱一盆，差不多了，就这个就这一盆了。这大的咋的？啊，就这小个啊。原先那家卖多少钱？卖二十多呢。这该缺水了啊，这没啥毛病，您都浇水都行了啊。这啥土的，耐缺水呢。这还能看还能吃是吧？这是不是多少也得那个啥土啊？不，咱们家是没土，是不是天着呢？我也来一个尝尝。您那舍得不？您要买这盆？快吃吃吧，吃吧，喝看看这个里边有点咱外边是天的。里面是短的，有点要养收的是天的，这个可以连皮吃啊，哈，景天的呀。哎呦，小金桔，哪个天？那也没有，你尝这个，这挺天的。嗯，这都是账号的金桔，这我都从那个长一基地那儿进的，天着呢，小金桔。你咋没有这小金桔树？啥小金桔？芝麻来，这个特别上。看看这大姐，我拿的。全都买了，我要这个。我们一人买一盆，这回秒啥十块钱一盆，原先是卖二十多块钱的。那我妈她会养不？会养，好养的。那养了就嚼，不敢不管它。行，我挣钱，这都是长期来的，我来这得几十根子。那我也再来一盆。好了啊，这橘子是能分出来的。你看这橘子啊，吃包透的这种，就是特别甜的。这保证是鲜橘子，不是什么四季是麻的。你看这个。都天着呢，越痛越甜啊！要是妈妈的更不好了哈。对，这夏天咱地都看这个就没我的小绿好。对，这是被撑的，这是撑的都没刚才那小的好是吧？那肯定的，你说这皮儿不一样，这皮儿是妈的啊。你看这个，你说这多透了，看看这老姐俩，尝尝那个有点酸头吧？酸是不是？是吧？你再尝尝这个。你看这小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，这长一这天着呢。我跟你说，这橘子说，看看啊，成本都合不上。那阵我从基地拔的，你得买一盆。这就是我连同地方都搭，因为现在一草还十块呢。嗯，这是过时破，就这点。这都是人买了三颗，给我们那个俩半买，一人买一颗，我这来一颗。这，你说你给我拿这个好，可不就哪个好？要我说，赶紧给你了你。要我说，你要不要的，人事不要我都要了。嗯，好，拿走吧。真要不着急，大家看看啊，这也是十块钱一盆儿。彭总，你这儿这个大片是不是都是秒啥的呀？啊，对。这个柠檬呢，多少钱？柠檬哪个是大颗的？柠檬是啊，有50的，有30的。啊，这是最大颗的。对，这样的都30一盆了。这样30一盆，有都上花板了。啊，还都啥秒啥？给人大家说说。这颗佛手需要就50。啊，这还50了，对，都有的已经上劲了。这个是比如说就挡上搁咱们院儿行吗？行，院子里往院子里整就行了，到时候开花就长了。太阳也不行吗？没事，要一开始就稍微太热的时候往那么一个，要不然叶儿不好看，稍微遮点云就行啊。这个大哥出席让上湖的，这橡皮树，大哥橡皮树啊。这多少钱一盒？21盆，对，啊，就那啥水了，对，都。啊，大家看看啊，这么大颗的啊，这里边都好几颗呀，20块钱。嗯，大家看看这橡皮树也都秒杀了啊。看看，这小姐妹又来两盆这个小金桔树啊，这是咱班的四季插花，那个大红色的啊，啊，特别漂亮这个。这都是带盆的，我都养好几年的了，就是啊，100一盆，四季杜鹃红山茶，精品的这是啊，鸳叶的。啊，这小鸳叶的，对，四季精品，对。就是单瓣的是吧？对，单瓣的、啊。看看这大颗，100块钱一盆啊。还有这个有几盒，不多啊。这几个大小花。啊。也秒啥了，就是没有花苞了。25一盆。啊，这是那个这大颗25一盆哈。对。哎呦，大香叉。对。啊，大家都看看啊，他这都在秒啥。一盆。
这个金子来那个也都带秒啥啊，带喷的。对，多少钱一喷？81啊，81。啊，带着花板。对，这都养好年了，开好年花了。啊，都养好年。嗯，有都这么好。啊、这都是啊。啊，都是花板，有没有看？嗯，这是大盆，带着盆80。嗯，还有什么？让大家看看。嗯，这无花果。无花果。果没拉了呢。还有这月季花。这是月季花。月季花啊，这都是亲戚家里的大花月季、嗯，那个上棚里拿都15俩。啊，还15俩是吧？抽着大颗啊，这一开春的马上都开花。成年的时候我们都卖到15一盆，价格的大的。啊，这都现在腾地方全处理全甩。现在为了腾地方。啊，嗯，这个有紫的有绿的。我就想要这样。白的没有，白的就只有大的。这个小盆无花果啊，现在都秒杀，10块一盆。也10块钱一盆。反正从地料拿上，这上面有点不多。啊，对。嗯，是吧？都10块一盆啊！啊，都10块钱一盆。无花果，嗯，喜欢果树的。好了，那个现在呢，刘姐带大家就逛到这里。她这大棚呢，现在正在秒杀。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好多品种都在秒杀。有时间呢，就到他们大棚来买吧。都那个都挺便宜的，10块、15块的啊，都不贵。知道他这也是为了腾这大棚，所以呢，把这些好多的品种都要秒杀一下，然后呢再进那个新品种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刘姐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